第二一组呢，是我们算是创下历史记录的参赛者了，因为人数众多，就是全班都来了，全班都来了，该不会老师也来了吧？好期待哦，让我们欢迎萨库拉。大家好，我们是萨库拉，来自哪个学校？大家好，我们是来自台北城市科技大学的，穿了一身这个现在俗称是那个汤豪橘啦，汤豪橘，周汤豪都是穿这个橘色，可是你们叫萨库拉，为什么啊？我们是以谐音来取名，然后萨库拉就是谐音，就是又杀又酷又辣这样。哦，萨库拉，可以辣。那谁是团长呢？嗯，俊发。OK。他刚刚自我介绍，我有说大家好，我是关韶文。哎，我有你很关韶文。突然认真，哎，我是关韶文。关韶文，好像的，妈呀！有人说你像吗？你要不要加入我们东森的那个记者团？真的，你可以走另外一条路，边跳舞边，你是跳什么舞风的？Viking。哦，那就你很棒，就边 Viking 边访问啊。对啊，这次的感觉怎么样？这边太棒了，好时尚啊！那不怕冷的御寒，你平常是跳什么风？御寒，我跳 K-pop。对，韩国 MV， 那练这个对你来说应该是也是蛮困难的喽。对，就是他军阀都要叫我们盯住，然后我就要很盯，然后都一直抖这样。啊，因为这样其实队长是比较轻松的，因为他这个本来就对啊，他都站在前面，对啊，看我们的，自己会的，谢谢，对不对？大家一起征战这个舞台的。好啦，那接下来要带来表演叫做萨库拉，萨库拉来喽，尖叫声。Bring that ass back like a boom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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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oom. Hold up, wait a minute. 지금부터 선수 길에 밤이 아까워 Turn up flower 불타오르는 아름다운 그대여 How you like me now?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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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Where'd you get that body from? Where'd you get that body from? Where'd you get that body from? I got it from my daddy. I got it from my daddy. I got it, got it. Hey, where'd you get that body from? I got it from my daddy. I got it from my daddy. I got it, got it. Hey, where'd you get that body from? I got it from my daddy.很棒哦！而且他们选的音乐刚好也是那种大家都耳熟能详的，所以听着听着忍不住在旁边跟着唱起来，好像一副我也会跳的感觉。气氛比较嗨。对，太兴奋了！而且二四六六个人竟然有办法把我们舞台发挥的淋漓尽致。来问一下我们老师，请问一下英英老师怎么样？
我觉得你们综合了非常多的舞风，都把它用得很满。然后你们刚刚说的 wagging， 你们真的有把它肌肉记忆起来，也做得很好。但是的确可以再细致一些，因为那可能都不是你们每一个人擅长的舞风。但是刚刚淑慧，你有做 twerk 的屁股，对不对？你的屁股好适合，你是我最羡慕的那种屁股，你知道吗？圆滚滚的蜜桃腿。你转过去，你再做一次 twerk， 真的正正。可以再做，哎呀，屁股很漂亮，你看。然后你站，哇塞，太好看了！我跟你讲，没有屁股的是没办法做这个的。对，那个是很看屁股，是很黑妞他们在跳的。对对，非常的性感。所以我觉得你们很棒，就是你们把每个人的优点都发挥在就是舞的一些 solo 地方，我觉得做得很好，评价是还不错，蛮高的。太棒太棒了，阿飞老师，很有那个 power。可是音乐跟音乐的剪接中间的过程啊，有点。太久了，就是刚刚第一段很猛哦，那个大概可以到，我觉得甚至到90分都有可能哦。如果可以持续下去啊，可是后面接到那个 Daddy 那边的时候，就有点哎，好像就是太多音效了，多了一秒。对对对对，如果说刚刚这个东西你是有配合到，就是中间一个人做招，那刚刚你那个过场，我不让我觉得说他很突兀，可是因为刚刚一直在利用那个东西，我们在走位，在做画面。可是一直就是好像噔噔噔噔，那最后应该要砰一个东西出来，可是没有，然后又有一点久，大家就会哦，那我就开始等待了，就会荡下来，这样有点可惜这样子。小光老师，就是男生们，我觉得其实你们现在的造型就非常的比较没有那么多，就会觉得好像你没有在舞台上，但其实你们两个在里面是非常抢眼的，所以你们应该不是只有上衣跟他们搭配，跳舞是要更多造型，让整个完整更发现在你的表演里面有搭配到，像你们哥是碧昂斯，碧昂斯不会穿这样，不会碧昂斯都穿大高叉，可能像中间淑慧这个，哎，淑慧真的不适合叫淑慧，对啊，你有绰号吗？你有绰号，你应该叫做，还叫什么？你应该叫彭，绰号叫彭彭，绰号叫彭。也不适合你，也不适合你，就叫彭哈娜好了，取个就是有黑人的名字。叔叔，还要叔住哪里？淡水，淡水雷哈娜，淡水马丹娜，对马丹娜，在他们那个预告上标题就说今天淡水马丹娜，对马丹娜今天在好几棚内。哇塞，有没有 slogan 就出来了？很棒。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棒的点是，他们可以除了跳，刚刚有女孩说你很喜欢跳 K-pop， 可是他们把 K-pop 改掉变跳 Waking， 我觉得这件事是非常棒的。我不喜欢只有单纯去模仿 MV 的动作，你这样子重新去编曲这个舞蹈动作，我觉得是会让大家有新鲜感。对，所以我觉得这是很好，表情也很好。可是我就觉得你们两个男生在出来的时候，真的就少了一个味道。你很像，你穿你的表情，你的脸部哦，很碧昂斯。可是你下面穿的就很像不知道关关，哪关关？就关总在保护艺人的时候，大概就是这样子。就是小伟，碧昂斯配关关。没有，对，你们现在穿的很像，就是舞蹈就是练舞，然后就是啊、哦，老娘就来了。可是你就是没有完整的那个服装，在表演上面是一个很大很重要的，太重要了，穿的好就很加分，表情什么都很棒，我觉得就是服装上面需要小修正。OK， 那我们来看一下扎库尔可以获得几分？三位评审老师，请给分。好，西小光老师给的是86分，阿妹老师给的是83.5分，英给的是84.6分，总分254.1分，平均84.7分。恭喜获得84.7分，非常高分哦，非常高分。谢谢彩姑啦，谢谢。我觉得人多其实有一个就气势就比较强，树大便是美嘛，感觉就很放松很轻松。接下来瞬间变人很少，有点委屈，但没有关系。来看一下第三一组，欢迎。Hello， 我是 FJ Cool，FJ 也是重幼的耶，哎，很多重幼的那个学生都来报名我们的比赛，但两位目前的穿着看起来是来报名多艺，你们怎么不是来比赛吗？为什么会穿？你们是跳什么风格的舞？就是平常都是走帅的或什么，但我们今天走比较生活。平常走肾，我们今天走心。走心。哎呦，走心，那你可以直接裸露。啊，裸露是最坦然的，真实面对你的 body。你说直接洗澡吗？表演洗澡。是你全身都是伤，还要用硬撑的才有办法来比赛啊？小时候有跳舞，就是有旧伤，然后又去剧团打工，搬太重的东西，然后就拐上，就软骨碎裂，有开刀这样，然后就。也是他帮我的。
的啦，他给我很多自信，不然我其实很害怕拖他后腿。我觉得精神很好，因为为了这个舞台，就是把握机会很好。对，嘉良是想要追他是吗？你们的关系是？我们的关系是就是怎么样？就是我追。